我跟我太太只提过类似这样的词儿一次，生气了之后，我第一天没看见他，第二天没看见他，第三天看见一点，因为眼睛消肿了，然后能看见一点点。这一段我们家会促成多少人分手？女孩说：“你看人杜淳，多少天没给我发了？”来，我们看看王能能，王能能是多久报备一次？我们其实不是说评判，作为那个上一期。很简单，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对不对？都是节目效果，我那是综艺效果。你有什么经验要跟那个淳哥交流一下？不要带800个心眼，肯定不是小龙虾辣椒炒肉。方便面不会让他做小龙虾这么难的。你绕过了所有，这一般蒙都能蒙准一个呀。我觉得他上一期可能就有点想多了。所以淳哥，你这一期的战术是什么？感觉，就凭直觉。对，你上回就完全被困在了，就是说节目组不可能让他做一个最难的菜。对，他就一直这么想，他就死活就再像他也吃不太像。而且我确实是很想问各位大厨一个事情，万一混着混着这个技术变。会不会下降？你多虑了，你多虑。我们也有就是嘉宾很厉害的水平，是吧？鹏鹏，你礼貌吗？你都没看见大师们怎么分析你哥们儿那菜，把那两片肉跟解剖似的在那儿做外科手术，一点点这么看。在一起，就那个糖醋排骨，糖醋排骨太好吃了。其实我当时那个阿姨在做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个排骨一定不好吃，因为它是用煮的，流程是不对的。哎，没有想到呢，哎，做出来它还是好吃的。可能越简单的做法越有家的味道。美食总在不经意之间，就像我们小梁。永远不经意的，永远被选出来。他永远就是、嘉宾，一回头就跟小梁面对面。一回头就是他，我就想问你，你尴尬不？你被这么多人真情告白过，你一会儿当妈妈，一会儿当朋友，所以我觉得之前我给自己的一个说法肤浅了，不应该叫自己叫妈妈终结者，格局小，格局小了。情感粉碎机，你粉碎完罗拉的甜度都能给补回来啊！磕不过他们了，他们好甜。我觉得你们有的一拼。我们这一期是胰岛素的味道，是不是？这一期都是粉色的，好浪漫啊！来吧，那淳哥，你今天要带来的这位，由你来介绍出来。我今天，带来的就是我老婆。老婆来喽！每天生活在一起嘛，所以说应该是最熟悉的人了，应该会比鹏鹏他们那些朋友要占很大的优势吧。所谓的朋友，塑料朋友，鹏鹏都已经不熟了呢。用自信的声音把自己老婆请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呦，漂亮哦！美女。来，你先坐。大家好，对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王灿。啊，你们可以叫我灿灿，久仰久仰。用一个词来形容杜淳，你对王灿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倒计时五秒钟。我都很紧张啊，现在。3、2、1，亮题板。可爱，必须的。干净。实话实说，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容词哈，怎么掰都掰不到一块儿。其实我跟他有说过，眼睛里透露出来的眼神是特别干净的，没有受到过任何污染的一种眼神。你就觉得他的双眼中只能映衬出你是吧？对。灿灿，你为什么觉得是可爱？因为我那段时间是齐刘海是这样的，然后一个娃娃头就那种，很多人会说，哎，你好可爱这个发型。然后我以为他也会觉得，哎，挺可爱。洋娃娃一样啊，人家看见是外形，你看见是眼神。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。哎，对。啊，来，往两边串一步啊。第二题，从恋爱到现在，灿灿提过多少次分手？分手这么大的事肯定能记得，我觉得。3、2、1。Oh my god! What? 数不清 N 次，10次以上。他保守了。我跟我太太只提过类似这样的词儿一次，生气了之后，我第一天没看见他，
第二天没看见他，第三天看见一点，因为眼睛消肿了，然后能看见能看见一点点。因为我们家是绝对不能提，之前我说过这事儿，就连一个字儿都不能说。但是他们家这是个游戏嘛，他的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小女生在耍脾气。他给我说完，我根本就这个耳朵进这个耳朵就出去的，就不往这儿走。可能第一次吵架提分手的时候，他会哄你啊，怎么怎么样。你尝到这个甜头之后，尝到甜头。你跟他提完分手之后，你会有什么举动吗？假装收拾两件衣服啊，然后就拿个箱子啊，假装离家出走。对，然后就是那儿磨蹭，就是哎，就赶紧过来拉一下呀，怎么样的那种。哦，从家到门口一共五步，走了五个小时。我不太能忍那个说分手，哎，我就记得我谈过最短的一段恋爱三个月，就是对方隐隐约约就是发了个信息，类似于分手，我就再也没回过。啊，你就不能？我就真的分手了。其实后来我听我们共同朋友说，他其实只是在撒娇。但是我已经分了几个月了，我才知道，我就说啊，原来是撒娇。现在没有你，我怎么活呀，现在？我以前是特别喜欢把分手挂在嘴上的。你也尝到了甜头是吗？啊，没有。结果他尝到了苦头。对，所以现在就觉得没有必要。分手伤感情啊。对，其实是真的伤感情。这个其实蛮伤感情的。他们找到了一个。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乐趣。乐趣，对吧？算对吗？不能算对。来，下一题。下一题是我问弟弟最犀利。我们这个节目的伊丽静就是他，来来来，伊丽静，伊丽静上，情感伊丽静。第三个问题，请问，你们会想要第二个小宝宝吗？你不会写俩字绝不吧？五四三二一，走你。啊，分手了。我的想法这样，因为我老婆在生蛋饺的时候啊，其实她的身体就不是太好。哦，对，他就是他的身体吧，对于生孩子来说负担挺大的，贴心。对，所以说我是觉得心疼太太。对，就觉得有危险性。听完之后灿灿眼含热泪啊，是原来是因为这个。那灿灿你想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，我觉得他很可爱，然后就觉得以后我们年纪大了，是不是给他留一个就是陪伴他的人。对，因为我老婆曾经跟我说一句话，她说哎呀，我觉得蛋饺以后一个人好可怜啊。你真的经历过了这一段，你就会知道，哦，我一个女人生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，经历的太多了。为你点赞，把你这段放到宣传片里。很甜你知道吗？就每道题都答错了，感觉他们距离越来越近了。你对，是不是？虽然题目错了，心更近了。他俩这个就是反向磕糖。那这样吧，你俩先小挪一步，来下一题。你们觉得谁更离不开对方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要写的彼此名字，咱们就摁人中好不好？来，彼此的名字。一，哎，都是对的，自己更离不开对方。我跟他，我们俩在一起这些年啊，除非我今天在飞机上，或者我今天在干嘛，有非常极其特殊的事情。要不然我们两个人的不通微信的时间基本上也就是在10分到20分钟左右。真的吗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如此。哎，可是开场这么久了没有发微信，你们两个就在工作好吗？我以为就是喜欢走流量呢啊。就我现在比如说我要洗澡，我都会告诉他，我说我现在去洗澡了啊，大概过个20分钟我都会告诉他。对，永远都知道他在干。对，他永远都知道我在哪儿，我在干什么，我跟谁在一起。看这一段会促成多少人分手？女孩说：“你看人杜淳，多少天没给我发了。”来，我们看看王能能，王能能是多久报备一次？我们其实不是说频率联系特别高的那一种，可能白天的话我们会报备说我们在干嘛，在哪儿，但不会一直联络。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，一定会打一通电话，然后说一下说今天一整天的发生的事情，最后一定要说一下晚安才能互相去睡。哎，他一说能能的时候，为什么腔调就变了？最后一题，请问两位会不会补办婚礼？三二一。对，现在这个时期比较特殊，他也希望大家都能来嘛。那我还跟他说呢，我说等孩子长大了，他就可以做你的花童了。我觉得小孩跟在旁边特美好，那个画面。那就按两题算，给我们讲了一堆感人的故事，我们给人贴了个不熟。我们好棒。你们俩具体是怎么认识？我那个时候我朋友跟我讲，他也刚失恋嘛，然后你陪陪我，我说好。然后后来就是，哎，又进来几个朋友，他就在里面。
我们当天是加了个微信，其实大家中间有一段也没有联系，得过了得有半年多，我觉得至少。哦，不知道怎么突然清理微信好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哦，这个人其实我之前很有好感。你是谁？没有，是那样的。其实我们不联系都可能忘了这个人了。然后就有一天，我看我朋友圈有人在发啊，杜淳生日快乐。哦。然后我在想，我说哎。明天也是我的生日，他是22嘛，我是23，但是我通常都是12号过零点，然后我就主动发了个信息，我说淳哥，今天我们两个同一天生日啊，他说嗯，还挺有缘，我说对啊，然后呢就接触上了嘛，接触上了之后，然后大家就会有时候就约出来一起吃饭呀、啊，慢慢就越来越熟悉了嘛。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当了一段时间朋友，然后因为工作原因决定要回那个四川了。那走之前我就请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嘛，就身边认识的朋友，弄得很伤感，就要走了，怎么怎么样的。然后他可能就是说，哎，别走了，我照顾你。就有那么一丝波澜，还是真的是在表白？肯定那个时候是喜欢他的嘛，想跟他以后往下发展，所以说自己才会那么说的嘛。听起来就是我们不管问什么都非常的甜。